武林连环训练中心。本中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，位于台湾的东部花莲。大家请看看，悬崖峭壁，我们这里是地灵人杰，风光明媚啊，一切都是非常的好，而且是风花雪月，柳暗花明，这个阳光普照，银色大地，非常的不错的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向各位介绍我们几位新进的军中伙伴，他们个个是雄赳赳、气昂昂，很好。现在要介绍他们出来了，各位注意了，部队集合，前部走，站好，走，加油，走，向前，走，加油，走，立定，向左转。很好，刚刚明明就看到有人正步，这个手都踢错了啊！来，以我为准，向我看齐。好，谁场地好，枪放下。怎么可以这么整齐呢？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新兵啦、啊。哼，好的，各位今天有这个福分到这边来受训，是你们的运气。当然了，各位看看，我们这里是风光明媚，地灵人杰。看看，我们是位于台湾的东部花莲，我们北临太平洋，东临垦丁，西临安平港，南临晋防。错了吧？啊，你的地理位置错了，还有理由？当军人还有理由？告诉我有没有理由？没有。很好，讲三遍没有理由，大家一起讲，预备起。没有，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。谁没有理由？不有啊，有理由。很好。现在呢，大家看看，我们每个人的右肩膀上都有一块军籍名牌。我们在当老百姓的时候是只有名只有姓，而没有这个号码的。大家记住，这个军籍名牌呢，就是我们第二个姓名，知道了吧？知道。好，比方说班长是许孝顺，我的军籍名牌就是地动的动动动拐，听到没有？听到。再跟班长念一次，动的动动拐。动动动拐，很好。现在大家现在念一次给我听。好，第一个就是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报告，我是头头哥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爷爷。你怎么骂人的啊？啊？号码，玄五四一八八。哎呦，笑死了，还有这种号码呢？啊啊！到后面去，你是我爸爸，你这么年轻，还很像是不是？很出去给人家不相信。好了，下一位。叫什么名字？报完了，杨俊荣，听清了吗？动不动动，没有。什么是动不动动没有？我来看一次。动不动动，没有。有这种号码？你们家是卖鸡蛋的，是不是？怎么有这么多动呢？好的，这个问题号码还是有问题的，但我们会检查检查。到后面去。嗯，接下来这一位，什么名字？哦，李新文，定机号码王147-258-369。行了。还有这种号码？干嘛？打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也是问题了。待会我们再好好的检讨检讨，研究研究。好的，到后面去。接下来这一位，声音要大啊！什么名字？报告，王书俊，定机号码于啊。再讲一次，于啊。啊，七七七七七七，有这种号码？50万呢。你有空，你一定要带我一起去的吧？好好，好呀，哎呀，有了真情啊！我想呢，我真的是我的幸运啊！想好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就不相信。好，你们三个转回来，转回来，转回来，我们再来试一次。想好，转。147-258-369，这位先生，麻烦你过来。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请你回答我。不用，因为我得米特兰特波拉米兰都无感症。少骗我，这么大没有听过。而且还不能听太大声的声音，可能会羞涩。回去就。今天怎么样？好，注意。各位同志，统统转回来面向我。我们为了要迁就这一位同仁，因为他听得太大声，或是我们讲得太快，他因为得了那个什么名什么症，米特兰科波拉都兰。啊，很好，好，我们为了他得到这个病症，所以说我们要迁就他。
在听到相号的时候，大家先转半圈。好的，你们三个坐一遍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因为你容易休克。好，相号，对，很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为了配合你，好、哦，那个什么症？米特兰科波拉突然症。好的，掌声非常的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正式做一遍，相号。突然转回来了，转回来，转回来了。告诉我，哎，这个病是暂时的，暂时的。我想，我们再正式来一次连续动作，大家仔细听好口令，这次绝对不能漏气，要不然待会指挥官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没有命了。听懂了没有？懂。很好，注意听口令，向后。等到那个病症叫做什么？一起讲，一起讲一遍，要很大声的讲，预备，起！米特兰，科波拉，突然病症。